我们第一次切磋的时候，我足足倒下了23次，您丝毫没有松手。您告诉我，男儿自当顶天立地，跌倒就一定要站起来，绝不可妥协。 我是柳玉唯一的传人，一定要把柳玉发扬光大，成为九玉之首。我把谨记于心，绝不敢忘。今日，无论您再赐我多少剑，我绝不会离开的。父亲，希望您能战胜邪。 回去再带我柳玉重现辉煌。杀了他，动手！ 父亲，母亲，为父生平的大错，已经无法挽回了。你不要重蹈覆辙，父亲。 无面道人，慕白。